第十题，下列何者是施力在中间的杠杆？我们看到选项 A 剪布的剪刀，选项 C 老虎钳。从图可以看出来，它们两个都是支点在中间的杠杆，而选项 D 裁纸的铡刀，这个它是一个抗力在中间的杠杆，而只有 B 面包夹，它是一个施力点在中间的杠杆。所以第十题问我们说，下列何者是施力在中间的杠杆？我们答要选 B 面包夹，面包夹是施力在中间的杠杆。